点样样啊？你哋觉得点样样？几得意咯，因为其实我都唔系话即系成日玩 Halloween， 嗰时都系公司做嘢啦，咁就要着 Halloween 咁样就觉得好得意咯，即系好似啲女仆咁样嘅感觉啊，咁都几新鲜，几得意嘅。即系你啱啱又话平时多 cosplay 嗰啲人嚟嘅，我觉得系啊，我平时好少玩 cosplay 嗰啲嘅，咁所以今次啊，咁即系有机会可以着到呢啲衫，我都觉得呢、這个就系做 artist 有时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咯，系啊。你个极限去到边度？如果要你 cosplay 嘅话？cosplay 我想应该不会说哇怎样去到很性感的极限，是不是都是正常的，我其实我觉得 我的接受能力都很高的，其实什么都可以，扮丑那些你都不介意，扮丑都不介意的，是啊，就是那个情景或者、做那件事需要我就会了，都会很配合的。